对啊，猫虽然说跟我回来了，但是根据我不太了解的元素，而且我记得我把时间调到午夜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去，这个算二楼吗？那1楼，对。哇，这个雕像真是很碍事。我也只能来这边了，说不定会有新事物。我也没有新的东西。我记得这上面有一个东西吧？这里能过去吗？鸟我，那青鸟到底是怎样？没有用，吊着绳子能干嘛？不能挂上去，那我现在能干嘛？亲爱的日记，哎，等一下，嗨，唰的一声，我根本没有看那个剧情。大家，好了，等下我再补看啦。很徒有徒勇的鬼，哎，这种字。很像拍的，我忘记怎么念。然后诡异的颜色从树叶上面掉下来。毛，树里的毛，耸着背跳进了旁边的树丛里。你在干嘛？他前后晃荡，柚子不断扫的地方，好像不在意。刚才这里的有个大哥问我在找他，你有看见吗？伊丽莎白问。嗯？谁？彤彤的那个。我才不知道呢，你找他做什么？应该要把他赶出去才对，因为他把门缝弄坏了才闯进来，吵得要命，又到处破坏。你还是不要亲近他比较好哦，是这样吗？伊丽莎白问说。哦哟，可是我有点事要问他。什么？他才不会理你呢。这里没有人会跟你说话，除了我以外，所以有什么事情问我吧，我会认真回答的。应该也不会。哪有，只是你没问过我而已吧。这么说来，确实没有。嗯，好吧。这个是选择的时候会有。这个我要怎么选？我应该选什么？这里没有大门。这音乐实在太有气氛了吧？等一下，三宝胎是不对，三宝胎我应该知道什么。这里为什么会有温室？啊，别问这个啊，我吗？嗯，哦。他弯起脖子看了看，仿佛发现自己挂在树上，耸了肩膀。嗯，这个吗？我想一下，我有从下面上来。跟旁边跟后面来出来过，但是我还没有从上面找过你呢。嗯，这么说来好像也没有，对吧？所以我就试着上来了。这样啊，魔鬼说到这里，留下一片冗长的沉默，好像做了什么好事，自豪的笑着。嗯，一开始就觉得不该是会有用的。伊丽莎白反思着，干脆低低。掉了头，咦，你要走了吗？他拉长了尾音呼喊着，却好像没有下来的打算。你大可休息一下，睡午觉也好。背后隐约传来这个样的句子，但他没有任何一秒停留下来的意思。猫不见了，哥哥回来了。咦啊！为什么这么说？追到这边，我没有说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怎么会追到这边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快躲起来，挖个洞藏得很深，躲起来吧。哎，人，其实各位，如果你们愿意按个暂停看一下的话，我会很乐意的。其实我刚才没有看到是真的，我只是问他在干嘛，因为感觉好像。问你其他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讲真的，我就选择问一个
我目前觉得他最奇怪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会掉在树上？对，上下左右是吗？一共要转9次，依次往右，连续往右的次数会变少，总共转往左转共有3次。直到最后一次之前，每次直到最后一次之前，每次转右、转往左转前都要连续转右，都会变少，共要转3次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右嘛，右。左，右右，左右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是9个没错啦。啊，问题就是在于他是说这里，你看，开放时间5页啊，我都已经5页了没，我现在能干嘛？一个沙槽，他不能放鸟笼上去，可恶！枯树铁钥匙啊，鸟尾。没路了，木鳖刚躺在池塘里，所以他是要我把全部的阀门都打开来吗？也是可以这样做啦，那我就这样做啦，要不然没有路了嘛。所以就伊丽莎白吃了巧克力糖会走路变快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啊，不要问我，也许他只是很爱吃巧克力糖的人。哦，又要走一大段路喽，然后又是一个没有毛哦，又是一个没毛的世界，然后老鼠还顺移，还攻击我，我讨厌老鼠，I hate you，我不喜欢一个会攻击的老鼠，害我又要点火柴，唉，臭啊，大餐。害我必须得先闪开他们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是不是把全哦，带你的。我记得好像是要先把全部的，可把全部水阀打开了会不会太高呢？我不知道哎，没关系啊，我先抓抓看了。三段是开关开哪里？放心啦，这边摇晃的程度不会让它爆炸。我来看一下这边。哎，这边路是被堵住的哦，通路被堵住。哎，发现新事物，但是我进不去，不好意思。真是的，明明有发现新的路，但是却不进不去，就跟你有一个很好吃的美食在你面前，看得到吃不到，这是何等的痛苦。其实光圈这样子就算已经很小了，而且尤其老鼠常常会将瞬移攻击别人，我不是很开心。青鸟，它应该是要用那个啊，鸟笼装它啊，要不然我也不知道它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养。没路了，哎，what 哩嘞？那我现在能干嘛？桌上一个插槽，我现在能干嘛啦？买轮。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的时候，回到房间里面，应该就会有新的事情了。通常来讲是。